拦路全包，居然犯全拦包。翠翠嘞，翠翠嘞，翠翠在哪边？我爱翠翠。你要说隐身起来了，你要说我变色龙，你要说我隐藏起来了。隐藏起来喽！上路这场有阿莱会好打非常多，像有凯格哇，鞋子出起来，鞋子先出鞋子比较好去 gank 到人，因为我们要贴到最前面嘛。我等一下肯定去打爆那个凯格路士，我刚刚上去躲一下这个眼睛，爆他一拳，可以哦，没有个陷阱，阿莱踩到陷阱了，哇，他被看到了，哇，靠北，没有准，哎，选到了，选到了，应该不用开大吧？啊，哦，早知道开大了，我想说四个人应该不用开大吧，省个大招。你看一下我开大的话就有恶魔觉醒。中路中路。完蛋，艾里好像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没事。帮你。我拉一点，不行，走了走了走了，走了走了，真的要走了，真的要走了，真的要走了，状态不好，状态不好，这个龙不要吃了。没事，抓一个银咒赚啊，而且还是手杀哎、欸。哦。啊，被抢走了啦，没制裁啦，可恶。没蓝了，尴尬了。我吃个红，我可能要我要回家了。我觉得这只艾琳不太行，我不帮他，我要去帮灯塔。我要回家，不回家不行啊。这个蓝的损失让我拖了我很多时间哦，至少拖我那个30秒。像我在回家，然后再走出来，这些都是时间。营救。哇！哇！这哎、欸，这克里希。来得很及时哎、欸，那个晕的太及时了吧？我就差一个普攻，哇，我这个我也不能打了、欸。刚刚真的就是差一个普攻，烦死！我的蓝好像快出了，一秒，那哇，这个蓝一定没了。引咒下去了，这蓝一定没了。就算是队友吃的，也不会是我吃的。等吧。不大，而且我们现在少一只哎、欸，死一只艾里了，不太能打。不行，这样想，当上路是一个缺口的时候，你越要去帮上路。没有，我已经帮他两波了，他都。那你不帮的话，他一定会更惨。他更惨的话，那点下我一定会更难打。我要先拢起来，不管逆风的时候，一定要先找机会把自己的经济弄起来。你不弄的话，你还是坚决。要一直要去打架的话，那一定会爆炸。你的红区可能会。
干嘛啦？干嘛啦？哇！他有死神啊！有点麻烦了，有点麻烦。2500慢慢被打起来。那等一下我的野，我看一下我的蓝重生时间，5秒，我就知道。我每次这就是一个预感。其实我没有在记我蓝的重生就是秒数，我真的就是一个预感哎。抢到了啦，你死定了，凯格。蝴蝶好痛哦！慢慢来，我连打野刀都还没出啊！真可怜。我应该多去抓那个西路卡的啊，可是一直没机会。有大了，你要来。别太早开，开开开。哇，一个助攻都没有。你打到几秒？15秒。我扣大，我扣大，来中路中路中路，我扣，我还有大招。他们哎、欸，我有大了，可是我攻不到你。来来来来，开。开了。我拉一点，不然我好，我刚好害怕哦、喔。如果他护盾没的话，我就完蛋了。然后呢，我的蓝又快出了，差不多可能大概在10秒左右吧 ，maybe。这是一个预感，我真的没有在记。我要出狙火。出啊，凯格哎、欸。还有蓝呢、欸。我去打下，我要去打下。那个蓝有大招，不好杀、啊。而且我没有对面的视野啊，这是重点啊。他们都没露头啊，所以中路非常非常危险。来了，我跟菲尼克来了。你有大吗？过去了，无法呢呢，艾里太惨了啦！哇，应该GG不了，一定GG不了，但是这高地一定会爆，没错。艾里太惨了啦，他已经就是他虽然打不赢凯格，但是他可以用别种方式去打赢，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刺客，不是拿来打持续伤害的角色，他应该去多去抓对面的克里希啊，或者是去抓西路卡之类的，去打出他本身该有的有角色优势。那边，好吧，他菲尼克怎么挂的？他被蝴蝶啊！如果他挂，可惜。我的护盾已经直接被打到没、欸，他那个银咒太肥了啦，6颗头。不，银咒我刚刚有8颗头，杀我变9颗头哦、喔，有点夸张哦。哎，哇，对面打野好有钱哦、喔，7000块我才是。银咒单挑，他比你多3000。多3000还是我有我的优势啊？看菲尼克吧，因为银州他现在野区收，兵线也收啊，我能收的东西有限，这就是逆风嘛。嗯，我更需要对面的视野，更需要更多的 money。开大，开大，来啊，开大！他退了、欸，算了。15秒，赚吃红哦！他这才刚出，你不要吹我，这明明就才刚出，这不要
这名刚出而已，六秒大。我要多去赚钱，我不想打架，打架都不会赢，没钱打什么架啊？西乌卡在下。如果有钱就有安全感，那哥德尔为啥还要带着拳套出门呢？有钱哦。哇！不要打吧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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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打架不会赢，这个打架真的不会赢。一定要找到对面的口。他是来骗招的而已啦。补一下，补一下。我方三路全破，敌方中路超级兵。这波要打了，要打了。哇哇！反打了！我刚刚也是卷到。我刚刚直接去冲那个银咒啊！我直接冲银咒的啊！银咒不死，很难打。三路有兵，我去清上啊。赚钱啊！多多益善。中上都可以。多赚钱，推塔你现在顶多只能推一座高地，那一座高地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太大影响。能够逆转的东西叫做金钱，塞钱给对面没有啦，多赚一点钱，有装备就能打得赢了。我先吃个蓝啊，完蛋，先一个死掉哎、欸，这一波我怎么打？那不是啊，那这样子，等一下我们也是四打五啊，拖吧。嘿呀嘿呀嘿呀！但是艾里感觉不太会进场、欸、我刚开他大招，他没有去突破。哦，可以哦！快快快！哎呀，没有冲死！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已经抓超多人的了，我抓了很多人哦。靠你们了，靠你们！菲尼克，看菲尼克！哎呀，哎呀，他被反杀了！看你，可以 hold 住了 ，hold 住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是刚刚抓超多后排，我是抓超多后排、欸，剩下真的要靠你们了。像西路卡、克里希能抓的就抓。刚正差一点。我贴，因为有凯格路是他普攻我嘛，因为他开二技会缓速，所以我贴不到银咒。这个的话，阿里清这三只都有问题呀、啊。现在看看凯撒吧，我觉得这个凯撒他们如果放天空巨龙啊，放了天空巨龙，光兵线我就 hold 不住了。你看他、啊。打出去，打出去，不打出去没机会啦。跟你讲，漂亮。哎，西路卡在下路拆我们家的塔。快快快！哎呦，哎呦喂呀、啊，哎呦喂呀、啊，哎呦喂呀、啊欸，好像没有继续拆、欸，那我要推中。哎、欸，那个超惨，海哥超惨。不管啦、啊，重点就是，哇，这三只有够硬的啦。那个，嗯，啊，中兵怎么没有人清？我要吃这个、啊。
你去帮我看草。可以抓，可以抓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哦，这可以。可以可以，我抓。飞利特飞起来了，哎，不小心要进场，我全部被他碰到。哇，好痛哦他！可是我这条命超值钱呢，我先蹦死一只希鲁卡，再蹦死一只银咒，我超值钱，靠你们了，他们倒四只。这有点嗨耶，你知道三路全爆，三路全爆，你还能够打成这样，你懂吗？打出去，真的要打出去。这个，你不觉得我们团灭他们三次，可是都没兵线吗？正常啊，因为能你三路全爆啊，他们是超级小兵耶。他们是超级小兵，我们只能慢慢打出去，但是一定要打出去。如果你都只能龟缩在主堡的话，我跟你讲，哪一天兵线进来，你一个守不住就爆了。你要不要在凯撒蹲一下？请求集合。一定要，是一定要。你先去战士也。现在就是看到谁就抓。银咒有附我甲哦。克里希没大了。我可以哦。来，有兵，克里希，克里希他没大，他刚刚我追着他打，赢了啦！跟你讲，这个要扛扛扛，直接扛，直接打了。完蛋，我是不是太冲了？要赢了 ，Triple Kill， 三路全爆。三路全包，全人包，就像女朋友一样，回不去了，还会赢，太热血了这一场，我打了17分钟哦。哎，难得三路全包会赢哎，真的很没有，真的很累，因为我真的好几波，真的是我要一个人一定要先去抓个后排好几只，不然那你看克里希刚刚那个好痛哦。我有出到绿书，满意了吗？你还要出几本绿书？请问，你要出几本？我本来要出3本。好啦，这一场到这边结束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。我是佑哥，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